开门啦 Thank you. Comment、还有加唱歌给你，你要什么服务都有。你讲什么？你们清新遇到啊！这种好男人什么？在世界上几乎绝种啊！能遇见我，你们真暖男，又温柔又体贴。世界真小，遇到你真倒霉。
没有一坐啊，你脚这样长，你看。对不起 for that, okay, just leave him together. 看来压力真的很大，不是很大了，只是可能他们比较小，年龄小一点点，需要一些童年，他们的童年就在这里，就这样子。晚安，晚安。